还行，味儿不错。哎呀，这个这多不好啊！这没事，你就不用了，管这个事儿。啊，老赵，你需要啥，我给你买去。我不告诉你了吗？我得去买手指、买菜、买肉去。我就是给他买一块，买一块。不是人家那个，人家的我每次都买一提七八块钱的，不一卷一卷一卷买，那干啥？一卷一卷。买一卷，够你一卷。我出去我能买一卷吗？吃了我那袋我都没吃。那给媳妇留的，我买的都热乎了。是啊。